大家好，我是 9% 的队长兼 center 蔡徐坤。撕裂爆棚队的汇报演出，加油！现在开始 music。汪汪，可以可以可以，哎，不错，百分之百了，哎，可以，集合。是小春只有把我的事情听过的话，还是生活人，好厉害好厉害，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这不错，好厉害，他和他没有交融，是谁Hello， 大家好，我是 9% 的陈立农，祝大家今天玩得开心。下面到农农了，来。你在电梯里，电梯门突然开了，看到不熟悉的领导即将走进来，此时你会。请问到了吗？到几层？到几层？我到三层。三层，嗯，哦，好，现在到了。谢谢，谢谢。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我只能打电话，人事部最近是不是工作很忙啊？我怎么发现有些员工视力都不行了？首先欢迎陈立农，农农你挑战哪首？月牙湾，对不对？好，月牙湾，来掌声给陈立农。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哭。呼唤，就让我融化，每一
只好插队。你的可爱却让人无法拒绝，第一次遇见你我却发现内心摇摇欲坠。 Baby 是对你有感觉，但你选择懂比我只好提早预约。 Baby 我的想法坚决，快乐与我写下你的专属合约。只好提早预约。 Baby 我的想法坚决，快来与我写下你的专属合约。大家好，我是来自 9% 的范丞丞。海涛来，昨天最消失怎么样？今天怎么着？今天挺好的。好，走。这样你在答的时候考虑一下，因为这是你的同伴，所以你错他也砸。好，来下一位，来三二一，加。好，海涛，好的，那个嘉哥，昨天已经消失，对是？对，昨天消失。明天还没来临，这个逻辑完全对的。昨天消失，明天来没来？还没来，因为在今天。因为现在是今天，对不对？啊，不对，砸！好，还有谁？好，来，又是海刀。好，程程来打。昨天虽已消失，今天已经出现。好，现在刚才已经答过了，今天没有今天的事儿，没有今天的事儿，那是哪天的事儿？后天也不是，明天也不是，明天跟哪一天没关系。周一啊，不是周一，周一的后下面那天是周几？周一后面是周天，周日，放假回家回娘家。好，来嘉哥来。昨天虽已消失。跟天没有关系，对，跟什么情感分离有关系？对，分别了会怎么样？分别以后可能要相逢。相逢是容易的还是不容易呢？昨天虽消失，分别又难相逢。确定一点。又难相逢，不对，分别不对，分别难再相逢，分别难什么？好，不对，砸。分别虽已消失，分别难相逢。回答正确。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难怪如尘一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拆。从你离开，从你离开，眼泪流白，你无声陪伴。我能深入林寻梨花白纸的一行青苔，天的山之外雨落花台，我等你来。从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
我都不忍心让他们再演一遍，还得再出题。大家好，我是 9% Justin 黄明昊。第一次来到快乐大本营的录制现场，然后感受到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跟在节目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节目。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上总没完的坐立难安，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自容却喜欢的讨厌的，自容却喜欢的讨厌的，从你的眼前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什么？我正在那欢乐的舞蹈，金超过来把我的纱巾抢走了，就是他们的计策，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招。就是、我没听懂这个事情，金超抢了你的纱巾，你去抢他的，你抢我的干什么？你以为我没抢？我也没抢过来呀、啊。我重点表扬刘成林，因为我走过去的时候发现刘成林手里有两个，我就要拿一个，刘成林死都不给，后来我说一对的呀。我跟你说，我这条就是被刘成林抢走的，还好欣姐送给了我一条，要不然何老师我是准备抢你那件衣服的。对对，
是这样的，早就防你有这招，缝上的。好，刚才2018这边人比较少，我们先看2018年到底有谁露出了脸。来，请看。娜姐，娜姐，我们推上去，推上去。首先，先看林彦俊来。哇，这拍很好啊。好，对不起，林彦俊这个不能算，因为那个阿姨是。对。林彦俊过于冷峻高冷。算算算算算。来自 9% 小鬼 Why So Serious 哈，爸来扑朔迷离。带每个人到这里来，你微笑问出每句话，暴风是像海棠花，百万孤立望在先，人间陷阱无语呀，千万百差人脱胎弃气名扬四海，一春沙不远山海内外，独当配小酒准备上好菜，春天花会开，一春等着你的到来，好山好水风光更精彩，人们的笑容绽放在胸怀，你快点来，你赶快回来，恭候你到来，记得下次来。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像有梦里的初心听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会一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或西 LG My little girl， 你知道我在等着你回应，请别再故作矜持，考验我浪漫水平，从这故事的开头到下条路的接口，我都会一直保护你，让时间来证明，可以吃个饭去看电影，不管去哪都陪着你，他们的男友没法比，让闺蜜羡慕你，出其不意帅气的男友里，你来自东或西我都占据 baby， 我开始美丽的机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会一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在树林里，熟悉的地方想起你，这声音记忆犹新，画面照不离你，我都在犹豫，这看起来像极了爱情，你我你我你我却不靠近，这像极了爱情，虽然彼此甜蜜，我们都没有合影，想问你是否愿不愿意让我尽点心了解你的心，让我
让我听你心，了解你的情，这像极了爱情。谁说跳舞是妈妈们的专利？我觉得是男人就该跳舞。那我今天一定要做一回真正的男人。哇，好，我们废话不多说，希望哎直播间外面的观众朋友们都跟我们互动起来，好吧？那我们 music 加油，准备啊，准备，停，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加快哦，加快。好，第三个动作，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加快啊！加油，爸爸加油！大家好，我是 Napson 的朱振廷，你们的人间仙子。是时候展示你真正的技术。小欧，放轻松啊，放轻松啊。没必要让他啊啊！他先跟我放了狠话，他说：“姐，那我不客气了。”哎，对着话筒是这么说的。对。哎呀，我要不要让让他？不要话筒是，姐，那我可不客气了。不小心被发现了。小伙子还有两副面孔。怎么感觉比赛一开始就达到了高潮？白热化，白热化。来，准备，来，大象捏好鼻子，来，准备，转十圈啊！预备，开始，一。二三四四六五七六八七九十，朱振廷转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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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振廷快走，快去快去，哎，快去快去，哎，快去，哎，朱振廷快走快走。头巾上面要偷偷自己带来的。我的老家。好棒啊！头巾是他带来的。天哪！好棒啊！厉害厉害，反了吧，好像把他反了， C 位不见了。
大家的目光像是我的兴奋剂。大家好，我是来自 9% 的 BOGIE 王子叶 ，What's up？ 请注意，请听清楚小芳的要求。好，我刚刚看到的是王子义第一个抢到了麦，是。然后，我希望王子义可以用一段舞蹈来打动我。不是，等一下，他抢到麦了，还要用一段舞蹈来打动你。因为三个都抢到麦，但是顺序嘛，谁能最先答题，所以他是唯一的评审。你坐呀。来，王子异的舞蹈，来，音乐，大家好，哎，大家的目光像是我的兴奋剂。大家好，我是 BOGIONZ， 哎，我了，嘿。哎，我们刚才你在跳的时候，好多下面都跟着你在跳，你要不要现场先教我们学一下，好不好？好啊，小鹿乱小鹿乱撞，男生好不好？我害怕，我们害怕，我们害怕，不老会了。好，来教我们这个小鹿乱舞，啊，小鹿乱撞。对，特别简单，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双腿打开，然后两个手这样像小翅膀一样这样。是，大大大。小鹿的脚。哇，那好看哎。然后下一个是脚脚，屁股，脚。来，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啊！一起来，我们三个女生评一个跳的最好的，跳的最差的。好。看完了，十一，开始了，开始了。再看着就像在撞撞，小鹿乱撞，撞撞撞，小鹿乱撞，撞撞小鹿乱撞，撞撞撞，小鹿乱撞。好，跳完了，我们首先评跳的最差了。我觉得在两个中间竞争的非常激烈。我觉得是在郭麒麟和潘老师当中。没错。那这样，郭麒麟和潘老师一起跳，看谁最后是对。那凭什么是我们跳的不好？不对，调监控，调监控，调监控，潘老师生气了，调监控。你是哪个小区的？调监控。哪个小区的？你们这儿哪个保安？没事没事，潘老师生气了。哎，潘老师没事没事。我觉得我跳得很好。对对对，来，郭麒麟你跳就好了。调监控，调监控，我也调监控。潘老师和那个
郭麒麟，你们两个跳一个，然后我们就选一个最后最差的淘汰，好不好？王子怡来带他们两个，好不好？好，好吧。准备好 ，Come some Abra music。五六七走，咚张张，小鹿乱撞，撞撞撞，小鹿乱撞。郭麒麟注意表情，表情，表情要非常酷酷酷。撞撞撞，小鹿乱撞。Hello， 大家好，我是 9% 的尤长靖。芭蕾舞演员的动作。预备备，两分钟。计时开始。你太晕了吧？你可以慢点，慢点的。没抓着。打醉拳，太晕的，不要那个，太晕了，算了，太晕了。哎呀，哎呀，差一点。刘长靖，你换一个吧，你这样换秧歌，换秧歌，换哪个？那个。哎，确实。你太无聊了。猪猪在这个团。右脚踢在头上，你原地走。有奖金太好笑了，有奖金太好笑了，好嘞，有奖金你好瘦，有奖金你超瘦的，有奖金加油。会会你腿太长了，这位兄弟。你要听一下第一句。是个男的声音，我就推。你可写上每一个字，在你的记忆里。我就是有掌声。你可写上每一个地，总有个机会被分。哎呀，你可写上每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化，爱把柔情的泪痕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今晚暖他心房。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准备好了吗？你的生活我的生活虽然不一样，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沐浴着阳光，物联万物无处不在，方便又时尚，新的科技新的生活，幸福又理想，一个人住在这里心情多开朗，点个外卖一间下班都由我主张，有爱的一家人温暖你心房，视频电话爱的对象没什么阻挡，谁说大学生活就一定不爽，一个人的自由自在勇敢去闯荡，全家福的日常别当哈巴颠倒，简简单单一日三餐幸福的模样，南苑的北苑的 everybody 一起来享受智能 city， 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要变成更好的自己，多多努力好好休息，每天都要 happy gaming， 这是男女摩登家庭，带着你焕发青春活力，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大家都一样，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沐浴着阳光，物联万物无处不在，方便又时尚，新的科技新的生活，幸福又理想。Go my boys， 若眼神交汇，你 know it， 请自由发挥，最后的 the whole world 都开始喊，视线快把高人弄掉，主动是拘束的解药， we make that， 我们一出现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all right.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let's go， 原来你怕焦点就和别人无关，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所以 baby 别再挣扎了，陷入温柔的泥潭，想逃离变得很难， So if you want to get some love and all you just it's something if you wanna get done，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Just shake your body像个马里旋转 T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d daddy， 一起唱。把水晶鞋都穿上 3, 2, 1 就算庸俗的赞美早把你们包围，沐浴我们的光辉就能突出重围，全部是目光 OK